请先开经本，第68面倒数第二行看起。佛此可爱要光明天王，得恒受极尽乐，而能详现消灭世间苦，解脱门。清净妙光天王，得大悲心相应海，一切众生悉落藏解脱门。自在应天王，得一念中普现无边界，一切众生福德力解脱门。上一次讲到这个地方，今天我们接着再看第四尊菩萨，最深念智天王，得普施尘住坏，一切世间皆悉如虚空，清净解脱门。在华严会上，诸位所看到的，这是出席的大众。一般在经论里面，在佛经里面，我们读到的六种成就当中的众成就，华严会范围很大，出席的大众人数都是无量无边，就前面跟诸位都报告过，这个法会是尽虚空变法界，所以出席法会的人数就不可思议。佛在这里为我们介绍，是就各个不同的族群、各个不同的团体来介绍，没有办法了，一个一个介绍。那么我们看到种种不同的身份、不同的形象，其实都是诸佛如来的化身，正是经上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。应以二禅天王得度呢，他就现二禅天王身。这个地方给我们列举十位二禅天王，这个实际他们都是诸佛如来的化身。华严到此地还没有讲到正文，我们只是把六种成就讲完了，接着呢，这还是属于六成就的文字，看到参加法会大众对毗卢遮那如来的赞叹，这是他们在赞佛。那么在赞佛之前，先在此地跟我们叙说他是修学哪一个法门成佛的。这个解脱门，解脱就是成佛，门是门径，他是从哪一个门解脱的。这个门是代表方法和法门。解脱两个字意思有浅深不同。在这个经上，这是一乘佛法，比大乘还要殊胜。
那么在中国古大德的判教，一成经只有三部，华严、法华、梵王，这是古大德称为，这是一乘经。所谓一乘呢，就是成佛之道。大乘是成菩萨，一乘是成佛，差别呢在此地。那么此地这个解脱门就成佛的法门，我们在这边看的每一位菩萨所示现的都是一门，没有相同的。这里面就很明显地告诉我们一桩事情：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任何一个法门，只要你坚持专修专弘，你就能圆成佛道。我们在这个华严里头没有看到哪一个人是学两个法门三个法门，没有，都是一门成就啊。第四分，最深念至天王，天王的德号前面介绍过了，此地不再说了，只介绍他所得的法门，也就是说他修学正果的法门。他这个法门名称叫普实成住坏，一切世间现如虚空清净，这是他法门的名称。这个意思包括的很长很深也很广。我们常常在经论当中看到佛告诉我们，世间无常，尘住坏空啊，在一切有情分上，佛称为生老病死，在无情的份上，我们今天讲的植物啊，佛说有生住异灭，在矿物，在自然现象里面，它不是属于动物，也不是属于植物，佛就说尘住坏空，名相不一样，意思相同。这是说明宇宙万法的真相啊！世间人，尤其是六道众生，迷了啊事实的真相，以为这些无常的变化的现象，以为它真有，这是你看错了，你想错了啊！诸佛菩萨明了事实真相，从这事实里面他觉悟了，所以称为四圣法界。
声闻缘觉菩萨佛，他们觉悟了，他们明白了，这个事出世间到底是一回什么事情，搞清楚，搞明白了。明白之后啊，在这个境界里面就自在了，啊，就快乐了，得大自在啊，迷而不觉的人啊，在这个境界当中就很痛苦啊，迷惑造业受报。果报给住处必定是在三途的时间长，在人天时间短了，那么佛虽然是说六道里面跟我们讲地狱的果报最长，时间最长，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堕地狱寿命都是无数劫。地藏经很多同修念得很熟啊，是以无数劫来算的。那么三善道天人的寿命长，最长的飞翔飞翔出天，寿命八万大劫。八万大劫是多么长呢？这是天文数字啊。佛告诉我，一个大劫是我们这一个星系，我们这个世界，这世界是个很大的星系，沉住坏空，一个循环呐。沉住坏空是四个终结，四个终结合起来叫一个大劫。那么以我们娑婆世界做比喻吧，娑婆世界沉住坏空这样的一个循环多少次呢？八万次。世界沉住坏空八万次啊，他的寿命才到啊。你想想看这个寿命多长啊，世界沉住坏空啊与他不相干的。他住在无色界天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如果是住在色界天，沉住坏空对他就有妨碍了。世界坏了他也就没办法了。他寿命就到了，所以无色界的寿命长，不受沉住坏空的影响，八万大劫。可是你要晓得，阿鼻地狱也不受沉住坏空的干涉，他的寿命无量劫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这个世间沉住坏空无量次，那么这个世界坏了，他到哪里去受苦呢？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他转到别的世界阿鼻地狱受苦，那个世界坏了，他再到另转一个世界阿鼻地狱受苦。阿鼻地狱受苦的人常常搬家了，
从这个地狱搬到那个地狱，那个地狱再搬到这个地狱，将来这个世界成就之后的时候，他又再搬回来，很辛苦啊。这是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的，这是些事实真相啊。华严经跟我们说的是真实法，真实法里面佛说了，所有的现象都不是真实的，都是如虚空啊，清净无为的。这是说真话。这种说法是世尊随真谛而说。前面讲现无边界，这个普实成住坏空一切世间，随俗谛而说的。随俗谛说相有，随真谛说这相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空间呢是假的，时间也是假的。所以我们在《白法明门》里面读过，时分就是时间，为时间的概念；方分就是现在人讲空间的概念。十分方分，你看看，都是属于不相应心法。所谓不相应心法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它不是事实，只是一个错觉，众生错觉里面产生的现象。现代人叫它做抽象的概念。24个不相应呢，就是24种抽象的概念。在事上不能说它没有，实际上它没有体系。可是只要你有妄想分别执着，这一种抽象的事它就存在。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这个抽象的概念是了不可得。时间空间是了不可得。这个问题现在学术界里面认之为哲学上的问题。可是佛把这些事实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啊，觉悟了的人，明白了的人，对于这些事项就不会再执着了，不会再分别了，那么你的生活就得大自在了，你就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，到这个世间来游戏神通啊。为什么到这个世间来呢？一定是这个世间众生有感，你是来应的，你是来应化的，这佛菩萨是应化而来的，是来帮助众生觉悟的。大乘经教里头常讲啊，三轮应化了，三轮是讲我们的身与意，意是说什么呢？是说诸佛菩萨
过去在因地里所发的本愿，本愿就是四弘誓愿，曾经发过度众生的本愿。现在你成佛了，你这个愿要兑现，不能说说了不算了，你要度众生。所以众生有感呢，你自然就有应。应现什么样的身呢？随众生心，不是随自己的心。随自己心啊，你自己就有分别，就有执着，不是随自己啊，随众生心啊。啊，《楞严经》上说得很好啊，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。普门品里面所谓的应以佛身而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。应以佛身是众生心里想佛，这就现佛身。众生心里想菩萨，就现菩萨身。众生心里想罗汉，就现罗汉身。这个地方众生心里想天王，就现天王身，不是自己想现什么身啊，自己要想现什么身，给诸位说那是凡夫，那不是圣人，圣人无念啊，没有妄想，没有念头啊，所以现身跟说法了。都是随心应量，何以能随心应量呢？自信般若得能呢，发而如是吧，自自然然的流露啊，没有一丝毫的勉强。所以佛没得法子形容啊，说一个游戏神通，让我们从这个名词里面细心去体会。可是凡夫就不然了，凡夫把这些虚妄当真实，这错了，迷在其中，在里面生起妄想分别之处，于是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，变现六道轮回的境界。六道十法界本来没有的啊，这个境界从哪里来？佛说了，这些境界从心想生，从心想生就是相宗所讲的唯识所变，境界是识变的，形象是心现的，心现识变啊，都不是真实的。能变所变都是空寂的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这才是事实真相。你明白透彻这个事实真相，就叫做看破。看破之后，你在这个现象当中，你能够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与一切众生和光同尘，
但是你那个心地清净，绝不染污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决定没有分别，决定没有执着，决定不落印象。你是佛菩萨，所以你在这个世间呢，相用跟大家一样啊，实际上不相同啊，用心不一样。你用的是真心，凡夫用的是妄心。这个虽然不是我们的境界啊，诸佛菩萨化身大士的境界，我们总得要懂啊，多听听，多读读，对自己修学有很大的帮助吧。至少时时刻刻能警惕自己，我们错了，我们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，自己会知道，想错了，看错了，做错了，知道自己错误，这叫识觉，你开始觉悟。你能把你错误修正过来，这功夫啊！啊，真正把错误修正过来，你的功夫得力了。啊，也许有一些同学会有疑惑。我们也常常在听经，也常常在读经，也知道自己想错了，说错了，做错了，总想改呀，就是改不过来，这天天在生烦恼啊！想改改不过来，这话是真的。我也知道你有个好心，你想改，可是我肯定你改不过来。为什么改不过来？因为你想改。你怎么懂了吗？你想改的是妄想啊，妄想怎么能把妄改过来呢？妄想决定不能把这个虚妄改过来。你要改过来用什么？要用真心呐！你不肯用真心，天天打妄想，想把妄想断掉，妄想没有能力断妄想。这基本上犯了一个错误。你要用真心才行啊！什么叫真心？菩提心是真心。所以大乘法建立在菩提心的基础上。啊，一切经论都劝你要发菩提心。你菩提心发不出来啊。啊，菩提心何以发不出来？这个妄心无时界已经养成习惯了，想摆脱都摆脱不了。这个是事实。所以我们学佛，在座的诸位同学，我们自己很清楚，很明白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我们不是这一生才学佛，
过去生中无量劫来生生世世都在学佛，过去生中无量劫来都亲近了很多很多的诸佛如来，多到什么程度我们自己都不敢相信。你看看《无量寿经》，世尊说的，说这个阿舍王子那一帮人，他们一个小团体啊，50个人呢，听佛讲《无量寿经》，听得很欢喜，心里动个念头，哎，我将来成佛也像阿弥陀佛一样，佛有神通啊，你起心动念，佛就知道啊。佛告诉大家，他们这50个人，这一帮人，过去生中曾经供养400亿佛。诸位想想，那个善根福德多厚啊！供养400亿佛，能不能比得上你们呢？比不上。怎么比不上呢？他还没有发心念佛求生净土，你看看糟糕不糟糕？你们今天居然发心的时候到念佛堂念佛求生净土，你们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如来超过他，他供养400亿，你们可能供养500亿、600亿。要不然你怎么会发心到念佛堂念佛呢？你才知道啊，我们过去生中的修行呢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可是回过头来想想，过去那么深厚的善根，现在还落到这个地步，可怜不可怜？这都是跟你讲事实啊！为什么落到这个地步呢？就好像念书啊，念了不少年了。每一次考试都是0分，考了几十年了，年年留级，一步都不能够提升。我们就是这样的呀，过去供养500-600亿佛了，学佛还是得个0分呐。什么原因？烦恼习气没有把它断掉啊，每一天还是随顺烦恼，没有随顺自信。原因在这里啊，如何随顺烦恼呢？我们举个例来说，起心动念总是想控制别人啊，你在家里头，你做父母控制小孩，做小孩的时候想办法控制父母这个念头就糟糕了。要控制人事物，要占有人事物，诸位不晓得，这个念头是一个最基本的祸根啊。你是哪一天能成佛呢？哪一天把这个妄想念头断掉？绝对没有这个念头，不再想控制任何一个人、任何一桩事、任何一个东西，也不想占有一个人、占有一桩事、占有一个东西，保证你这一生成佛，你就成功了。这桩事情我们过去生中有没有听到？有听过啊，听了不行啊，出大门就忘掉了，还是要干老一套啊。
你这一生就不能成就，不能成就啊，你还得在六道里头继续搞轮回。你说你什么时候能成就？什么时候你把这个东西放下，你就成就了。看破是解悟啊，放下是证悟啊。看破不能放下不管用啊。佛门古大德有一句话说，看得破人不过啊。人不过还搞轮回。继续搞三途六道。真正有作为的人，咬紧牙根，要把它忍过。忍人之不能忍啊！什么是人不能忍啊？就是这些妄念。一般人不能忍的，你能够忍，你能够把它放下，你能够置之于度外。从念头里面把这个除掉啊，你这一生就能成无上道。真正能放下，必须对于事实真相要明了啊，要真的通达了，看破帮助你放下，放下帮助你更进一步看破，这两个方法是相辅相成。一切菩萨成无上道就用这个方法。金刚般若经就是帮助我们看破的。你看佛告诉我，事出世间一切诸法，不外乎能所啊。我们讲占有，这个占有是要想得到。控制也是想得到。这里头就能得。我能得，这些人事物为我所得，佛告诉我，说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大家都知道《金刚经》上讲的三心不可得，三心不可得什么意思？能得的心都没有。能得空啊，能得是假的，是个抽象的概念啊。24个不相应行法，第一个就是得。那个得是个抽象的概念，绝非事实。那么你所得的，人也好，事也好，物也好，没有一样不是因缘所生的。般若经上告诉我们，缘起性空啊，相有体无啊，正是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你所得的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
佛说的这么清楚，能得所得都是假的，都是空的。诸佛如来都得不到，你有本事能得到，那诸佛如来都要拜你做老师了，都要皈依你了，哪有这种道理？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有个控制人事物的念头啊，要想得到的这个念头全是错误的啊，一切现象啊是假的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佛没有说哪一个现象是例外的，没有。佛给我们现身说法，那个佛的像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。佛是假的，法是假的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说：“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”假的你可以受用，决定不能有得的心。你有控制的心，有得的心，有占有的心，错了啊！那就造罪业了。你受用没有过失，受用叫游戏嘛，游戏神通嘛。清凉大师在这个经里面告诉我们，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。不可得跟不可得，哪里会有障碍？没有障碍啊。得跟不可得当中就有障碍啊！如果我们的心对于宇宙一切万法、事出事法都有个不可得的这个念头，你去接应一切万法，没有障碍了啊！刚才说了，你没有得失的念头，你没有占有的念头，你没有控制的念头，什么障碍都没有了。你在净缘当中得大自在啊！得大自在的人，这个人我们就称他做诸佛菩萨。不可得里面打妄想，以为有所得。决定不受控制的，自己一定以为我要控制他，这叫大妄想啊！你有这个意念，就处处都有障碍，处处成障啊！所以《金刚经》末后佛给我们做结论：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这是把事实真相说出来了啊！我们跟一切境缘相接触，自己立刻就要警觉到啊，一场梦而已，而且这个梦很短暂，如露亦如电啊！电是什么？刹那不住啊！证明这个东西是假的，无常的。如露，露是露水，这是讲刹那相续。虽然刹那相续，业力在支持，支持的时间有限，力量有限，消失了，化归乌有了。我们了解这些事实真相，头脑就清醒多了，不再迷惑了，心地里面清净多了，知道一切事情
虚空法界，娑婆世界如是，十方诸佛刹土又何尝不如是？皆如虚空啊！这是说摄宁梦幻泡影的幻境，清净，你才真正见到了。无有一法不清净，为什么呢？诸法之体性原来就是自性，自性是清净。不但是清净，而且是空寂的。所以《般若心经》上告诉我们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色是讲身罗万象，用这一个字做代表啊。《法相宗》里面讲的法相，空是什么呢？法性。所以说，性不异相，相不异性，性相一如，性相不二，你才看到一切法无一不是清净法。这一句的意思就是学佛人常说的证得清净法身，最深念智天王证得清净法身，所以他不是凡夫天王啊。他是证得清净法身的化身大师。说不定他是诸佛如来道家慈航来示现的，哪里是普通的人物呢？那么他这个法门是从无常里面观察到真常，也就是说从法相里面他体会到法性，从这个地方入门，成无上道啊。再看第五尊天王，可爱要净妙音天王，得爱要信受一切圣人法解脱门。这一位天王，他得的这个法门呢，我们容易懂，实在讲呢，也容易学。他得的是爱要信受一切圣人法，这个意思很明显的。一切圣人法就是指的大乘佛法，一切圣人呢就是我们常讲的三贤十圣，三贤十圣所修的法呢，他喜欢，他爱呀，要是欢喜学习啊，他相信，他接受，他能够信受奉行。
这个意思不但浅显，而且非常实际。可是也不容易做得到。最困难的一个字是什么呢？信。佛在华严上说，信为道源功德母啊。长养一切诸善根啊。我们对佛法信了没有？不能说你没信，也不能说你真的信了。我在过去，我是出家2年以后才受戒。我学佛7年出家，一出家，本圣法师就找我到佛学院呢去当老师，我是出家就当老师，三藏学院教书啊，那个时候三藏学院出家的老师有4位，本圣法师自己一个，净心法师、明本法师我一个，我那个时候连沙弥戒都没受过，到佛学院去做老师了，在家居士也有2、3个，当时的佛学院，我记得那个时候，现在台北有一些都是大法师了，新田法师。明成法师都是学生啊，2年之后，我有这个机缘在海会寺受戒。受戒之后，我到台中去看李老师，这一般人的谢戒嘛。李老师见我面，指着我。你要信佛啊，诸位想想看我学佛7年出家了，又讲了2年经了，受戒回来了，他指着我，你要信佛。我也愣住了，我怎么没信佛呢？然后他就给我开始讲了一大片道理，信佛难啊，于是乎我才懂得信皆行证4个字是一个字的，这一个字里头缺少其他3个字，那你就不信了。所以信里面有什么呢？有解、有行、有证，哦，这就不容易。解里面呢，有信、有行、有证；证里面呢，有信、有行、有解。我们才明白，有这么回事情。我们今天信了，解不解呢？不解。有没有做呢？没做。那不叫信呐。那一种信呢，那就是社会上大众讲的迷信啊。所以人家说我们学佛迷信，我们应当承认。
啊，我们确实是迷信，为什么呢？佛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啊，连个佛都讲不上来啊，他居然就信了佛了。这种人很多，不在少数啊！没搞清楚就相信了，非常难得，非常稀有啊！我还算是比较好一点的，我要没有把这个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叫我相信的，非常困难。啊！可是我到李老师那里去，李老师还不承认呢。我信佛，你就看他老人家那个水平是多高，我还达不到他的标准。我还被他惑吃了，那应该惑吃的人就不在少数了。所以给我一个很高的警觉，一定要深入经藏，深解意趣，依教奉行，才算是幸福。所以李老师当年教导我，我们关系确实跟别人不一样，有很多话他连讲经他也不说的，他回避，怕得罪人啊。私下给我了，那就是这是真正爱护啊。所以什么话都讲啊。他叫我仔细观察，自古至今有许许多多出家一辈子都不信佛啊。佛在一切经里面几乎步步经都说到，都有这么一句嘱咐：受持读诵为人演说。哪一部经上佛都有这句话了，而且这句话的时候在一部经上不会出现一次，重复好多遍呢。你们读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念的人最多。这一句话在《金刚经》上重复多少遍？你去数过吗？世尊说的这么多遍。可见的这句话重要，这一句话什么？这一句话就是信要。第一个教你要受持，你要接受啊。这个受字里面就包括信解。行也在其中。持是叫你保持，不能丢掉啊！你的信皆行永远保持下去，常常读诵，这是自立啊。为人演说利他，演是什么呢？做出榜样给人看。叫演，别人向你请教，你详细给他解说，叫说，为人演说，是化他了。这样的人啊，才叫信要啊。
所以我们往往读经呢，看到这些含糊笼统就念过去了，怎么能得受用？你对佛法你真的爱吗？今天我们这个地方堆了一部华严经啊，一部华严经堆起来这么高啊，旁边堆了一堆这么同样高美经，你要哪一个？看你吧，你真的爱吗？你爱哪一个？马上就看出来的，你是真的是假的吧？要是要好啊，是喜欢。你还是喜欢明文利养，喜欢五欲六尘，你还是喜欢这讲经说法呢？所以诸位，我们一定要清楚，要明了，能够把明文利养、五欲六尘通通舍弃掉了，到念佛堂来念佛，到讲堂来听经，这真的是爱要佛法，爱要大乘啊！这种爱要还有等级之分。这个里面还有差别因缘。什么样的因缘都不能动摇我修学佛法的心。你那个信心才坚定啊。信心要是坚定了，那个作用不可思议。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说过，信心清净则生实相。我们今天的信心不清净吧？如果清净就生实相，生实相生真智慧呀。我们今天智慧有什么不开？信心不清净，信心不坚固，所以不生智慧呀。每一天在生活当中，许许多多烦恼，操心的是烦恼的事情，显示出你的心不清净。你的心要真的清净，你哪里有烦恼？你只有智慧，没有烦恼。天王从这个法门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，细细思维实在是不简单。今天在这个世界，修净土的同学很多，念佛的人很多，求生净土的人很多，这许多人当中究竟有多少人如愿以偿？我在过去亲近李老师的时候，当年台中莲社的莲友有20多万人，李老师常说
这么多念佛人当中，真正能往生的，10000人当中，只有2-3个。我们想一想，简直就是不成比例。原因到底在哪里？没有信心。没有依教奉行，净宗的修学，大家总要记住，世尊在《观经》给韦提希夫人的开始。夫人是遭遇到家庭的变故，重大的变故，他的儿子跟提婆达多勾结起来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搞了一个政变啊。儿子想做国王，夺父亲之权，害这个杀父亲，害母亲，破活活生，造忤逆之罪呀！韦提希夫人受这个大难，感觉到这个世界没有意思。这才向世尊请教，世尊，有没有好的世界？他想移民了，不想在这个世界住了，动这么一个念头。世尊满了他的愿，以佛的神力，将十方诸佛刹土变现在他的面前，让他自己看，像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，十方诸佛刹土的画面他看到了，然后告诉世尊，他说极乐世界好，我想到这个地方去，请求世尊教他往生极乐世界的方法。你看看世尊并没有主动介绍哪一个佛国度好，没有主动介绍，而是把所有诸佛国度变现在你面前，由你自己选择。他选中西方极乐世界，世尊用这个方法也是给我们看的。极乐世界真好啊，韦提希夫人选中的呀。怎么个去法呢？世尊还没有教他之前，先教他修净业三福，并且告诉他，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。你说这句话说的多重？三世诸佛，我们今天在华严上看到的，这些通通是诸佛，他们修学的法门不一样，但是要知道，
没有一个一尊佛不是从敬业基础上修成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么多法门，每一个人所修学的解脱门，这个解脱门通通是以三种敬业做基础。你如果说是不能够认真修这三种敬业，你的佛号啊，一天念十万声也不能往生。古人讲的，喊破喉咙也枉然。那么我们仔细再观察一些往生的人，你细细去观察他，他这个三条十一句，你想想他有没有具足？一定具足了。这个人孝亲，尊敬老师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，必定是这种人。纵然往生是个老太婆，不认识字，什么都不懂，你细细去观察，他跟这个相应。你要问他什么做是善业，他不知道，可是他真做到了。所以他能往生啊。第二福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这个往生的人决定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啊，自尽其义啊。他也不懂什么戒律啊，可是他心真清净，没有恶念。绝对没有伤害人的意念跟行为，他的所有戒律都具足了，心地慈悲，看到人家有困难他会帮助我，那是菩萨戒。他不懂得什么叫戒律，也不知道什么叫条文，从来也没去受过戒，他的戒行具足。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，想想这四条他也有。发菩提心，真的，他什么叫菩提心他不懂，可是他发了。他怎么发的？一心一意就是想求生净土，就是想见阿弥陀佛，他没有别的心。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。我们想想有没有道理？很有道理啊！你要跟他讲菩提心，什么身心大悲心，他不懂啊，越讲他越糊涂啊。而人家真正菩提心圆满具足。深信因果，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。他并不知道，他天天念佛，他果然往生成佛了。所以他不知道，他全做到了。大乘经他没有念，那一句阿弥陀佛他没有立口。阿弥陀佛是所有大乘经的经体呀。我们前面在无量寿经里面跟诸位做过详细报告。特别跟大家说明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
古大德给我们做归纳，归纳到最后，一切诸佛所说之法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展开就是一切法。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读诵大乘了，圆满了。遇到人劝人念阿弥陀佛，是劝进行者。所以我们想想，仔细去观察，哎，他通通圆满了。这三福他一条都不缺，难怪他念佛会往生呢。他会预知实质，这些宝贵的教训我们要记住，要牢牢的记住，要认真的去奉行，决定不可以疏忽。为什么呢？诸位都知道，近代的灾难很多，说不定我们什么时候死，不一定在什么地方死，也不知道怎么方法死，会有人给你助念吗？靠人助念呢，不保险呢。最保险的方法，我们依教奉行。我们自己决定有把握往生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纵然是大灾大难降临，也能从容不迫见佛往生。我们的功夫在真正叫得力了，要有这个本事才行啊。在这种局势之下，念佛往生的自古就有。大灾难来临的时候，我们自己要做得了主宰，功夫都在平常，真正看破放下。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修什么？清净心啊！事出事法，真正做到一尘不染。生活当中啊，落实在自在随缘，真正看破放下，自在随缘就不在乎了。你看到原子弹爆炸，好像看放焰火一样，自在往生，阿弥陀佛来接你。还有什么恐惧的呢？原子弹爆炸，庆祝我们往生，欢喜呀，庆祝往生呢，放大炮仗啊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自己要有功夫，要有主宰。如果我们对于境缘当中这个境，物质环境、语言是人事环境，稍稍有一点牵挂，你就完了。我们今天是非常时期，不是太平盛世啊，没有时间等待了。一定要彻底放下，万缘放下。我们等着放大炮仗往生。所以我跟大家讲真话了。所以最低限度要把这个三福
佛教给我们这三福啊，圆圆满满做到，一条都不缺，这个才叫爱要信受一切圣人法。啊，我们在大乘法里面选择净宗而修行，啊，或者是依照无量寿经，或者是依照弥陀经，啊，乃至于篇幅最短的，依照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都行，啊，念佛圆通章240个字，决定得生净土。啊，可是你要记住，任何一门都要建立在三福的基础上，离开三福就不是佛法了，啊，你这一生就不能成就了。由此可知，我们过去生中无量劫来，虽然清净供养那么多诸佛如来，我们的三福有亏欠呢，没做好啊，所以还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所以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怎么来的，我们有感他就有应。中国人世俗里头常讲诚则灵，真诚恭敬，就能感动诸佛菩萨光临，能感动天神护持道场。道理我们要懂，四相我们要明了，诸佛菩萨没有偏心，跟你说真话，诸佛菩萨没有心，所以他才千处祈求千处应。他那个心是真正是清净平等到基础的，众生有感他就有应。什么时候感什么时候应，什么处所感什么处所应。感应道交啊，所以佛菩萨加不加持我们不在他了，在我们自己啊。懂得这个自理了，我们就会真正发现，啊，真正的信要信受奉行。再看第五尊，善是为因天王，得能精戒住演说一切地义及方便解脱门。这是第六尊。这一位菩萨实现的是显示出无碍辩才，欢喜为大众啊说经演说，经借助演说，这个难得。精戒是讲时间之长啊，不是短时间啊。
演说我们懂得，不仅仅是给我们说，他完全做出来给我们看了，也就是说他的生活，他的行持，他所证得的这个诸法的义理啊，完全在生活里面表现，就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一样，世尊为我们示现的八相成道，那是演了。49年讲经说法，那是说。演是表演的，给我们做最好的示范。生活，佛菩萨的生活做出来给我们看。工作，佛菩萨工作也做出来给我们看。应酬，处事待人接物啊，也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。华严经内容更丰富了，用了53位佛菩萨，世仙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都是菩萨的生活，菩萨的行持，让我们在这个里面观察体会，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，在社会上从事哪个行业，我就我自己的身份，就我现前的行业，如何做到菩萨的样子。这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过菩萨生活，过佛的生活，无需要改变我们身份，无需要改变我们的行业，就在现前生活状况之下，现前行业工作当中，就实行菩萨生活。这个是演啊，随机随缘教化我们同行的、同身份、同行的众生，为他说，所以华严真的是一部啊，非常圆满、稀有难得一部好的教科书啊。今天讲多元文化，多元文化最佳的教材，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说出来的。所以它是长时间精竭注演说，我们要发长远心，要发恒心，我们为一切众生，不是这一世啊，生生世世要常行菩萨道啊，效法诸佛如来，永远不疲不厌，为度众生，为佛法久住世间。下面说的，他演说什么法门呢？第一，第是什么？十地菩萨了，他讲的高了，他讲十地的道理，十地的学习方法。
那么这两个字要是拆开了讲呢，第一是智慧，在地上菩萨我们通常称摩诃萨，三贤称菩萨，十地称摩诃萨。显示出菩萨圆满的智慧，这不是普通的菩萨。意义呢，这是说到清净法，清凉大师给我们的解释是历念超凡入圣了，凡夫有念，有念就不清净，历念就清净。实在的是，地上菩萨才真的历念，三贤菩萨跟我们比较，他是历念。跟地上菩萨相比呢，他没力啊，他还有妄想啊。我们在大乘经里面这么长的时间去学习去体会，虽然自己没入这个境界，听佛讲的时间多了嘛，耳熟了，大致上也能了解这个状况。六道是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造成的。妄想是无明烦恼，分别是尘沙烦恼，执着是见思烦恼。如果我们对事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，刚才我跟大家讲的，一切众生都有一个基本错误观念，就是控制人事物，有这个意念占有人事物，这个念头叫根本烦恼啊！贪嗔痴慢起作用啊！我们见思烦恼断掉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可是你还有妄想、分别，六道没有了。还有四圣法界，就是十法界上面还有四圣法界。这个四圣法界从哪来的？妄想分别里头来的。你能把妄想这个分别断掉了，分别是尘沙烦恼，那么十法界没有了。这个时候啊，你超越十法界了，你就证得一真法界了。这是华严会上的法身大士了。你用真心呢，没有用妄心。妄心是什么？分别执着是妄心。所以用真心呢，这个真心并不圆满，真心里面还带着妄想。这妄想无明啊，无明就是妄想啊。无明有厚薄不一样啊。佛在经上给我们讲，无明分41品，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，
还有四十品啊。二诸菩萨破两品，还有三十九品啊。无明破尽了，妄想完全断掉了，正究竟圆满佛。那我们想一想，从初住到初地，31个阶级，41品无明啊，他已经破了31品，这是大菩萨了，这不是普通菩萨，摩诃萨了，登地呀。这个智慧虽然没有达到究竟圆满，我们也称它做圆满，跟究竟佛果很靠近啊。所以这个地是表十地菩萨的智慧，意呢是表十地菩萨之所断。见思尘沙无明都破31品，这是意这个意思。就是理念之意。即方便门。第一是自利，方便是利他的，帮助三贤菩萨证如十地法门，这个叫方便门。由此可知，诸佛菩萨为一切众生示心说法，都叫方便门。不但说法是方便，表演也是方便，决定是利益一类众生的。没有说是他做一桩事情是无有意义的，没有。凡夫有时候做事情是无意义的，毫无意义。所以凡夫这个业有三种啊，善业、恶业、无忌业。无忌业就是毫无意义。说不上善，也说不上恶。可是诸佛菩萨是应化来的，他决定不落在无忌里头。换一句话说，任何一个动作，任何一个表现都有意义。我们凡夫烦恼业障深重啊，六根虽然接触啊，体会不到啊。不但体会不到，有时候还误会，还错解了。这误会错解就造业了。那口虽然没有说，身虽然没有动，那个意就造业了。那要再加上口业、身业，就更重了。我们哪里会懂得，我们周边前后左右这些人也许就有诸佛菩萨在做，肉眼凡夫不认识啊。不但你自己不认识，他自己也不认识。自己何以不认识呢？真的不是假的，诸佛菩萨
这个应化身呢，很复杂了，绝不是我们想象得到的。他可能应化就借我们这个身体应化，时间呢很短，几分钟，甚至几秒钟；时间长一点呢，一两个小时就没有了，他就走了。我们这个身体被人家用了，自己不知道，那自己不晓得。我们跟朋友们聊天接触。他听我们讲话，看我们动作，他开悟了，哪里是我们的本事啊？这个时候他有感，佛菩萨有应，借着我这个身体，不知道说些什么，他听懂了，开悟了。在中国古时候啊，这个娱乐里面看看，很多啊，听人说话或者听风动雨动这些声音。甚至于听人家唱歌，这都有公案的，他听了开悟了。那个人天天在唱歌，就听的人都不开悟啊？为什么他在那个时候短暂时候听到这个歌曲，他就开悟了？那个时候是佛菩萨加持，借这个唱歌的人这个身体，借他的音声传达到，他开悟了。所以周边很多佛菩萨你怎么会知道啊？他自己也不晓得。这样的事情是太多太多了，不胜枚举啊。在台上讲经的人也时常被佛菩萨利用啊。你以为这个东西是我讲出来的啊？不是的啊。我讲出来应该我知道啊，讲完之后你问我讲什么，什么也不知道。几乎每一个讲经的人都有这个经验，而且这个经验很多。你们看看姜维农居士写的那个《圆觉经清文记》，那个圆觉经是地贤老法师讲的，老法师讲圆觉经很用功，自己写了讲义，所以他圆觉经讲义是老和尚自己写的。可是讲的时候啊，有的时候讲义上一句话也没用上，称心发慧呀。这听的人呢，他们这一批大居士写成笔记。第二天送给老和尚看，老和尚看了一看，这个讲得好啊，这是我讲的啊，讲就是没错，是老和尚讲的，我怎么会讲这么好啊？那个时候是佛菩萨加持的，借他身体讲的。众生有缘呐，佛菩萨为什么会加持呢？众生里面，听众里面有感，佛菩萨有应。听众里面决定有受利益的，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呐。有一个人听到有误处，佛菩萨都不舍弃啊。所以我们要肯发心呐，发什么心？发心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啊。不要吝啬啊！你肯发心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，一般讲你常常得佛菩萨加持。说加持，我们心里很舒服，很好。实际上不是，是被佛菩萨利用了。彼此都有好处。佛菩萨要没有这个形象的话，他不能表达嘛。
所以必须借这个形象来表达，这个都叫方便呐。所以方便这个意思里头也是无限的深广。这是说，菩萨以无尽的辩才，言说无尽的佛法。这个无尽的佛法，诸位要细心体会，别错会意思了。错会意思，你也把整个大藏经办了研究，那就坏了。无尽意是什么？一部经，甚至一段经文，一四句偈，义理无尽呐！你要从这个地方会，我们才真正把这个解脱门找到了。一门深入啊，常识熏修啊，诸位要晓得，任何一部经典都是无尽意，任何一部经典，我们在一生当中都说不完啊。这是跟诸位讲真话。你要是真正契入境界了，也就是此地讲的，你在这个法门里面得到解脱了，解脱就是正果，就是见性。见性之后，自性里头是无量意嘛，字字句句都是自信，字字句句都是无量意，就怕你没见性就没法子了。真正见性，字字句句都是无量意。所以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啊。佛法修学的目的是一定要明心见性，可是明心见性，诸位必须要知道，一定要把障碍自信的东西去掉。障碍自信是什么？佛在出现品上讲得好啊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。如来的智慧，真实智慧，究竟圆满，我们有啊。如来的德，万德万能。如来的相，千变万化。随众生心，应所质量。我们通通有啊。现在为什么全没有了呢？佛说了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一句话把我们的病根呢说出来了。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，所以自信的跟诸佛如来一样圆满的智慧德能不能现前。我们要想现前跟诸佛如来一样，就要把这个障碍除掉就行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就讲到这里。